表妹，我们猪来了吗？在家等好，马上到。一步踏错，终身错，下海半步。导航，带我去表妹家，今天晚上我去她家里面吃饭。去吃饭，你有20万彩礼吗？你烂导航，你不要坏我好事，我跟你讲，我都已经跟表妹说好了，今天晚上去她家吃饭了。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？耶！你在唧唧歪歪的让我打断你就走了吗？那你倒是过来开车呀！我现在什么身份什么地位？你叫我去那里开车？啊！我什么身份什么地位？我现在就应该坐在后排这里。我一个大老板没看见吗？啊！这么大个老板在这里你没看见吗？啊！你这么大块床板吧，还老板？怎么费劲？你会说话？啊？会说话吗？一天我就叫我背你，真的是，赶紧带我去。